把还给我，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。现在马上回家，收拾好你的东西，我会给你发地址，我等你。喂，佑廷哥，七宝被羽翼绑架了。那有我在，你别怕。之前他在哪儿？在那边。你能不能不哭了？别哭了，听见没有？你不要留呀！七宝，七宝，好你个玉兰，你竟然还敢把佑廷带过来！羽翼，放开七宝！你再敢伤害七宝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！羽翼。得来的永远不可能是真爱，我是佑廷这辈子心里爱的人永远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于兰。行，把他交给警察，让他接受该有的处罚。走。兰兰今天有个胆小自私懦弱愚蠢的男人想对你说，他很爱很爱你，就算往后的日子你拒绝他一千次一万次万万次，他都坚定地爱着你。幼稚。兰兰你知道吗，自从你离开以后，我才意识到你早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。我知道我之前做错了很多事，我也不敢奢求你能原谅我，我只希望你能让我用一生来向你赎罪。这枚戒指本来就是你的，我想让它重新回到你手里。